近日，邹市明夫妇现身机场，被许多路人朋友拍到生图。照片中，邹市明夫妻俩牵手前行，面对拍摄一脸淡定。尤其是拳王邹市明走出了大佬般的气场，他一身古风装扮，牢牢握住妻子的手。冉莹莹则穿黑色紧身吊带，搭配黑色紧身裤，从上到下无不透露出好身材。据悉，冉莹莹已经为邹市明生了三个孩子，不再是青春靓丽的小女孩，慢慢开始步入中年。但冉莹莹的身材和容貌非但没有下滑，反而更加出色。这次露面的她虽全程戴着口罩，但依旧可以看清楚她的精致妆容，皮肤白皙，保养得当，压根看不出真实年纪。对此网友议论纷纷，不少人对冉莹莹的状态表示羡慕。据悉，这几年冉莹莹放下自己的工作，成为邹市明背后的女人，一心为了家庭和老公的事业，着实不易。但正因为如此，她收获到了一份圆满的爱情和可爱的孩子。最近，冉莹莹和邹市明一起拍摄了婚纱杂志，多年夫妻感情依旧如初。作为拳王的妻子，冉莹莹承受了许多流言蜚语，但因此变得更加强大。祝福他们一家。